只想找你聊聊。我没什么好聊的。有，要谈的事情太多了。干你们这行的，难道还怕跟客人聊天吗？我没有干那一行，我没有在五天酒廊上班，我是会计。哎，对，你是会计，你是美容师，你是女秘书，你是大学生，少来这套了。干你们这行的，都是拿这些身份来骗那些凯子的，都是说才上班几天，或者是客串好玩的，对不对啊？我真的没有。好了好了，我不管你有没有，我今天来是要警告你，你教别的凯子我不管，可你今天教的是我姐夫，我就不得不找你把话说清楚。我，你最好不要自己给自己找麻烦。我跟于大哥。什么于大哥？你叫于叔叔、于伯伯都不行。狗飞，你马上跟他一刀两断，不然我会天天到这儿来等着你，天天陪你聊天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说到就做到的，只要让我知道你还跟我姐夫在一起的话，你可就要小心了啊。瞧你年纪轻轻的，何必要找那么老的呢？像我这样年轻的小伙子多的是嘛啊。你我去找他。哎，你要干什么啊你？这小太保最可恶了。哎呀，你干嘛？你要去找人家打架不成啊？你以为我不敢了？我们这工地常常有小太保来，都是我帮他摆平的。好好好，你是个大英雄，你给我坐下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这种人呐、不要对他客气。你对他客气，他爬到你头上来了。我们不去惹他可以吧？哼，小玉，我看他一定是帮着他姐姐故意来吓吓你的。他说：“如果我不跟于大哥一刀两断的话，他会常来找我的。”哎，那简单嘛，那你就跟他一刀两断嘛。嗯，你说的倒轻松。我跟你说过，这种人你一交往下去，一定会给你惹麻烦的。好了啦，你坐下不要说话行不行？话这么多。哎呀，你们这个女人呐、就不明是非嘛。小月，我看哦。干脆把这件事情告诉于大哥。那更糟了。哎，你不要瞪我嘛！你们现在解决问题啊？你们这样是制造问题嘛？哎，姐，他好像还不知道我去找过那小妞，让我也去警告他一下。不要去，我去看他干嘛？
是离定了。本来就是离定了。这回可真要找我那律师朋友了吧？找你个鬼！你刚刚为什么不拦着你姐夫啊？为什么让我把东西带走？哎，你也没叫我拦着他。你真是个笨蛋！姐，这我就搞不懂了。我刚刚还听着你在里面跟他又吼又叫的，说他跟他离婚离定了，现在又怪我没拦着他，这到底在搞什么鬼嘛？我可是打一开始就帮着你的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好好好好，算我错了，算我多管闲事，我混蛋，我笨，我才会答应来管你们家务事。我告诉你，你可是我老姐啊，不然我才不会这样子被你们耍着玩的。哎，算我倒了霉了。你干什么呀？又来了又来了。姐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再求我了，我也不会再答应帮你办事情。再见。我让你在这陪我。陪你？你是我弟弟，你不陪我谁陪我？这家里万一发生什么事情，总得要有个男人在才行啊。哎，姐，你得陪我等到他回来。什么？你还要等他回来？喂，小玉，你在哪儿？哎，我正准备找你。家里的电话坏了，我在楼下巷口打的公用电话。嗯，好，好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尽快的来好了，我有重要的事告诉你，你来了再说。好，拜。他怎么说？是不是马上就来？他事情一办完就过来。哎，要我当安全警卫可以啊，那个老于我不见他。谁让你见他了？没风度。他真的对你这样说？嗯，真是吓死我了。本来这件事我不想告诉你的。你应该告诉我。对呀，如果我不告诉你，就不和你来往的话，你一定会怪我。你说什么？他叫我跟你一刀两断，否则他就要……他就要找你麻烦，是不是？你真的让他给吓住了。这是个法治社会，他这样做已经犯了恐吓罪。小雨，你不要听他的。要是他没有跟你说过这种话，你不给我来往，那是你的事，现在是我的问题。我不能让他影响你的生活，威胁你的安全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越想越窝囊，保护小玉就保护小玉，现在还叫我在那边站卫兵。哎呀，朋友嘛，帮忙就帮到底嘛。我要不是这样想的话，我早就走了。你呀，就是这一点可爱。可爱的地方太多了。少来。真的吗？我有正义感，我常打抱不平啊。算了吧，这么冲动，没有风度。才怪，我还很节俭的。小儿科，花你一点钱啊，像是割你的肉一样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过来。我节俭呢，还不是为了我们那栋房子。我告诉你，我们那栋房子现在已经盖到我们那一层了。真的？当然了，我跟你讲，最快的话一个月内的话就可以盖好，到时你不能耍赖啊。赖什么？赖着不肯进洞房啊。你小讨厌你。其实我也不怕你赖啊，你要赖的话我就没收你投资的钱。你敢你敢的话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我早就说过，我敢一个人住啊。好，今天我就去给你看房子。哪那么容易找？现在出租的小公寓多得很，我今天就去看。看好了，我带你去看。要是你满意了，明天我就帮你搬家。明天就搬家？嗯。明天吗？
是啊，明天就可以来上班呢、啊。原先的经理走了之后，我到处在找人，如果你能来帮忙，那是最好的啦。怎么，你还有什么要考虑的吗？刚才我带你到各方面看了一下，你应该有个概念吧？概念是有，我只是怕我做不好，到时辜负了你一番好意。那怎么会呢？哎，你怎么样？决定了没有，王经理？哎，拜托好不好？你不要这样叫我好不好？哎，我喊你好听一点，将来我来洗头的时候可以打六折呀。哦，是啊，大家都像你这样的话，我们不关门大吉了。对呀、啊，说的也是嘛。哼，好啊，这还没上任呢，就已经过河拆桥了，你们俩已经变成一国的了。那可不，吃谁的饭就得替谁说话，对不对？不敢不敢、哎、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明天来上班呢。好，王经理以后请多指教了。啊，好好好，不过你可得先替我们这位贵宾好好修哦。是。怎么样，你还满意吗？以后请多多指教哦。嗯，有点像了。好，中午我请你们俩吃中饭，庆贺一下。太好了。能不能吃？谢谢你。哎，不能吃也得吃啊，难得我们小美人亲自替你买饭盒。哎，都是你惹的祸了，你还在旁边说风凉话。我要不是我惹事的话，他还吃不上你买的饭盒呢。哎，小何啊，这一拳你还挨得可真值得呢。好好好，算我多管闲事啊。哎，帮了半天忙还捞不着一个饭盒吃，哎呀，真是好人难做。再见。哈哈，再见啊。哎，无聊分子。还很疼啊？里面破了，待会吃完饭我陪你去给医生看看好不好？不用了。我真的很抱歉。这跟你没有关系。昨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，我把他臭骂一顿，就把他电话挂了。哦，什么东西嘛，没气质。我想他那天刚好也是情绪不好吧。哎，情绪不好也不能动手打人啊。你当时为什么不狠狠地揍他一顿呢？我，你呀就是太老实，要是我啊就是打不过他，要狠狠地咬他一口。很疼是不是？让我看看你里面破的厉不厉害。看看，哎，我看到了，哎，我看到在那边呢。对不起，想不到二位还有这个节目，我是忘了拿钥匙。你这个人真讨厌嘛。是是，我讨厌我讨厌。嗯嗯，请继续啊。我，哎，这一拳挨得可真值得。哎，小何啊，我都情愿挨这一下。杜八戒，好了，你先不要吃了，破了好大一个洞，我先陪你去看医生好不好？根本就不用看医生，白花这个钱，我早就感觉到你是贫血。哎，完弟，打钢筋真难受，好痛啊！你本来就怕打针嘛，以后不要再打这个针了，多喝点鸡汤也是一样的。明天呢，我给你再炖点猪肝汤喝。对了，回头我把这只鸡里头再放点当归。有
怕真难受。嗯，现在总知道了吧？做母亲可不那么容易。所以说啊，天下做儿女的，要是不孝顺母亲，那才叫没良心呢。文弟，你要难过，回房里去休息一会儿啊，好好歇着。喂，小文呐，妈，婉弟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我不放心了，所以打个电话回来问一下。放心好了，没什么，女人怀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，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哦，以前我不舒服的时候可没见你打个电话回来问我一声哦。现在婉弟怀个孕，你瞧你急成这个样子，我看呐，我算是白养你了。好好好，你等一下，我叫他听电话啊。婉弟呀，小文的电话啊。好。我去给你杀鸡炖汤喝啊。喂，我不好，我快死了。你还笑？都是你，你等着，回来我找你算账。我当烦啊，你来尝这种滋味好了。全身没力气，又头晕，又反胃的，想吐也吐不出来，难过死了。人生倒霉，还要受这种罪，你们男人最好了，舒舒服服当县城的爸爸。辛苦，命苦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发牢骚了，好好在家休息嘛，乖。你想吃什么你告诉我，我给你带回去。嗯嗯嗯，话梅、杨桃。嗯，好了好了，酸了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回去的时候我会给你带回去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，是，是，好，都是我的错。好了好了，再见。记住点，我的肉给拿来了，请你看。我们这里什么都有，冷气呀、冰箱、电话、家具都齐全，只要你把你的衣服带过来就可以了。这个床单啊，你如果要换你自己的也可以，不换也行啊。怎么样，还满意吧？我觉得太讲究了，我怕。哎呀，像你们这种情况，但要住得讲究一点，舒服一点啊。这样才有情调嘛。房东太太是他一个人住。哦哦，那当然当然，我了解你们的情况，我了解。高小姐，你可以决定吧。我觉得这房子太贵了。哎呀，于先生中午来看的时候并不嫌贵啊，你怕什么？而且住在我这里啊，保险你住得舒服。还有啊，我们楼下的管理员非常的负责哦，你如果没有吩咐的话，什么人是都不可以进来的。这个绝对的安全，这一点呢、啊、是非常重要的哦。房东太太，高小姐决定住了。啊。找谁呀？对不起，打错了。奇怪了，小玉都已经两天没打电话给我了。嗨，才两天没给你电话，你急个什么劲儿嘛？哎，这两天呢，我被高瑞章搅得一塌糊涂，我也没心情去看他。你呀，应该可以安心了，工作又有了，小玉也安定下来了。哎，这个。明儿个一上了班，生活自然就有规律了，一切都可以顺顺利利的。还有高瑞章那件事情还没了。哎呀，那件事情啊，就让律师去办好了嘛，你跟他去吵，跟他去闹，哎呀，让自个儿生气划
不来嘛。姐妹，我真得好好谢谢你，每次我一有事儿，你就在旁边陪着我。哈，我背吗？谁让我交了你这种朋友啊？好心有好报的。哈，算了吧，我呀是最惨的了。你跟静华俩人都有工作，只有我无业游民一个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蛋糕店最近怎么样？啊，甭提了，我那个合伙人呐，最近大概谈恋爱已经谈昏了头啊。嗯。老早都把蛋糕给忘了，我看他八成想改行啊，开服装公司。你是说他跟静华呀？场地我已经约好了，总共只有两个晚上，下个月的24号跟25号，还有一个多月。林姐啊，我们这次发表会啊，设计师除了我之外，还有 Tony 啊、Nancy 啊，总共有7-8位，是不是太多了点儿？这是在预计里的，等我看了设计图样以后才能做最后的决定。我是希望在一个主题之下要各有特色而且突出。你还要努力哦。你放心，对于这次夏至草这个主题啊，我已经有很好的 idea。 那太好了，那你赶紧回去完成它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嗯，拜拜。你要夏至草的这资料，那当然可以了。啊，我还请你帮忙呢。嗯，嗯，好，那你说什么时候？啊，今天下午4点。好，当面谈。回头见。对吧？啊，是记者。你约了他4点，现在已经3点1刻了。哎呀，为了这个发表会，我都忙昏头了。那你忙，我先回去了。真抱歉，看样子今天我不能陪你了，晚上我们再通电话。你忙，看你的时间吧。再见。哎，我常常在想啊，我空闲的时间是越来越多呀。哎呦，怎么会呢？你一向都是我们三个里面最忙的。每天这时间节目排得满满的，瞎忙。我有的时候想，我大概是心里边怕寂寞，所以总是把时间排得满满的。你会怕寂寞？耶，这人不可能永远不寂寞的呀，只不过是每个人应付的方法不同而已。有的人呢，就是拼命的用工作来填满它，那又有的人呢，是吃喝玩乐来忘记它。还有一种怪人，他是享受的。啊，还有人享受寂寞？哎，就有这种人。嗯，这种人呢，就是把自个儿啊整个的放松了，然后使自己的脑子里边是一片空白啊。哎呦，要是我就办不到，我要是一寂寞，我这脑子里面就一天到晚胡思乱想。哎，最后呢，你就拨个电话，然后跟人家吵一架，你就不寂寞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求我是不是？那你呢？我呀，我想我大概是那个吃喝玩乐的那一派，最愉快的一派哈，少来，也是最后的一派，浪费青春呐。我呀最佩服静华了，他是拼命用工作来填满他，哎，他可以一举两得呀，是又有事业，是又不寂寞。才怪，哎，至少他寂寞比咱们俩少。哎，哎，算了算了，别提这些了。越谈呐，我还越感觉到今天好像真有点寂寞的感觉了。哎，你待会儿干嘛？没事的话，我来安排一下下边的节目。好，那不过你快点，我先去看看小玉，我才放心。好。你真的决定要搬了？我还是搬走好了，免得再给你惹麻烦。反正我把电话地址留给你。我们随时都可以见面的。说是这么说了，但是有时候人一旦分开了，再加上一忙，根本就很难聚在一起。你看我们同班同学有多少人在台北工作，可是除了我们两个以外，其他人根本就没有再见面嘛。可惜你这里没有电话，要不然我每天晚上都可以通一通电话。哦，对了，
我的电话跟地址千万不要告诉我妈哦。姐妹啊，我去小玉那儿看看她，跟她说两句话，我就回来。你在家里等我一下。你可是不能够母女俩一聊就把我给忘了。哎呦，你放心，不会的啦。哎，说不定正好是她打电话来，我就可以不去了，陪你。喂。你找律师寄陈正涵来什么意思？你想让瑞章吃官司是不是？哼，没关系，你把瑞章给整垮了，我也不会让你过好日子。哼，好，要整吧，咱们大家来整，看谁整垮谁。什么意思？你打这种电话来？有本事你就不要打电话来，你到家里来找我啊！搞什么鬼？你没事在高瑞章面前搓啊搓的，这有什么意思？哼，笑话，谁戳谁了？哎，你要我不要打电话过来，你干嘛老打过来啊？嘿，有本事啊，你就过来找我。哎，我还怕你不成啊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在他办公室，你就过来。门都没有，我到你那儿去，有本事你就来，我等你啊，你来呀。哼，你敢来吗你？我跟你说了，我等你，你来呀，你来呀！我在这儿等你，有种你给我过来！哎呀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干嘛一定要将军呢？他要是来了，你们两个在这儿大吵大闹，让别人看到笑话嘛。哼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在这儿，他敢来吗？他？哎，什么意思嘛？莫言，叶云，叶云，要你冷静一下嘛，你冷怎么能冷静呢？什么意思？好好的来这种电话，我怕他，我今天飞到他家去，我看他能把我怎么样？哎，叶云，叶云，你要是去了的话，你就上了他的当了嘛。你想想看，他什么出身，你什么出身呢？哦，你跟他去斗，哦，他撒泼你也撒泼，他不要脸你也跟着不要脸，犯得着吗？不要脸，大家都不要脸嘛。我看他能把我怎么样？我要再这样下去，他爬到我头上来了。哎呀，你也不要气了，你先坐下来。莫名其妙，你得仔细的想一想看嘛。你说那种女人，你跟她去吵，跟她去闹，这不是有贬低你自个儿的身份吗？哦，要是有个狗咬你一口，你还反咬它一口啊？那我这是招谁惹谁了？我好好待在家里，来个这么莫名其妙的电话。天下无聊的人很多啊，他不惹点事儿啊，他心里不舒服啊。那我倒霉啊，碰上这么个无聊的女人，过分。我看呐，哼。更倒霉的是高瑞章，他的日子啊也不会好过，这就是报应啊。你说给我说清楚，你到底站在哪边嘛你？你还问我站在哪一边？律师陈正涵都来了，马上就要打官司了，还问我站在哪一边？这是。陈正心寒归陈正心寒，打官司归打官司。要是我不逼你的话，你现在还跟他藕断丝连呢，没完没了。我得，好好好，就算你逼我，我不是照你的话做了吗？是啊，你表面上做了，你心里呢？哎呦，我的心也不能掏出来给你看呢。哈，也没什么好看，都黑了。哎，这，哼，你呀，少在我面前说你呀你呀我的。告诉你，这一次打官司啊，你要是不跟他断个清清楚楚，你就完了。我自个心里有数。哼，我心里有数。哼，我早就完了，打认识你那天开始就已经完了。我，你也不可活，哼，让他去自作自受，他受罪他活该啊，我干嘛要跟他受这种窝囊气啊？哎呀，你何必去理他们呢？你只要把你自己的生活过好就好了吗？我是觉得呀，你现在什么事情都不要去理他，平平静静的去上班，抽个空去看看你女儿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我也是这么想啊，这种日子我也早就过烦了。既然过烦了，那你就应该想法子来改变你的环境啊，你不要让环境来改变你呀，一辈子受环境的控制。好吗？
我听你的，我试试看。这就对了。哎，你还要不要去看看你女儿啊？要啊。伯母，请用茶。谢谢。伯母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知道的我全都告诉你了。我不相信你不知道他住的地方。我想再过一段日子他自然会告诉你。他会告诉我，他搬走了连商量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，他还会告诉我。他是故意在躲我，我是太相信他了，一次又一次的让他骗我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对不起。大家你伯母，我真的很抱歉。不会。我差点憋不住了，他要再多问一句话的话我就糟了。你要是糟的话我们就给他们惹麻烦了。哎，可是我很同情他妈妈，我一直觉得小玉这样做太过分了。要是我有这种女儿的话。没有这种父母怎么会有这种女儿呢？将来我们的女儿绝对不会像小玉这个样子。你少来你。啊。我现在才觉得自己是独立了，有了自己的家。哎呀，这不能算是家，这只能算是有个住的地方。对。可是我好心疼这个房租哦。这个你不要操心。等我付不出的时候，那你只好再搬家了。哎，等我上了班领了薪水以后我自己要付一半哦。哎呀，薪水呀留着你慢慢用好了。有时候呢你请我吃个小馆就可以了。不要，如果我不出钱的话，那个房东太太那种邪恶表情啊我看着就讨厌。哎呀，你不要去理他，他们这种人呢就不往好的地方想。本来就是嘛，除了房东太太还有那个你太太的弟弟。哎，不要提他，提起他我就一肚子气。好。哎，对了，你家里。不要说那些了，今天呢是你搬新居，我们讲点愉快的好不好？好嘛。过两天啊我要把这个房间啊好好的布置一下，我要把它布置得很漂亮，还要插两盆花放在这里。你喜欢什么花？对花嘛我不懂，这个素净一点就好。好，不过我插得不好你可不要笑我。我要买一个咖啡壶，等你来了我亲自煮咖啡给你喝。哎呀，你不要处处都为我想，这样我就不敢来了。为什么？来了我就不愿意走了。那也没关系啊，你可以陪我聊天啊，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，可以聊通宵啊。第二天大家都不要上班了。哦，那我们聊到12点好，12点就回家。我觉得这样很棒，真的好棒。你觉得这样好不好？好。我已经决定了，这里除了你除了我，我谁都不让他进来，然后把门关得紧紧的，把烦恼跟忧愁都关在外面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啊，是小说看太多了，讲的话呢都是小说里边的词儿。你讨厌。真的啊，我现在觉得很愉快啊，我现在真的才觉得松了一口气，好轻松好轻松。以后啊我再也不要任何事情来烦我，我要愉愉快快的过日子。但愿如此。过来吃饭了。哦，走吃饭。不要去。叫你们吃饭都坐这儿干什么？我要等爸爸回来吃。先去吃了再说。哎，走。舅舅，爸爸昨天去看
什么了，他一个晚上都没回来耶。死了。哎，姐，你跟姐夫怄气，不要把气出在小孩身上嘛。这么说的，可爱去出差了，过两天就会回来了。乖，不要哭了。凭良心说呀，现在我所挂的还是孩子的，尤其是小芬，因为我最喜欢他。世平，我劝你啊，在外面住两天。等大家气消了，还是回家去比较好。你可别误会啊，我太太可不是要撵你走啊。这我知道。照上一次你跟我说的情况，也不怪嫂夫人要发脾气。就算是你很有分寸，可是站在做太太的立场，还是不能忍受的。嗯，这倒是真的。我们家沈文呐，他什么毛病我都可以忍受。不过如果说他也有你这种情况啊。我相信啊，我翻脸会翻得更快的。哎，我可不敢啊。照你们咸康利这样一搭一档的，好像我真跟小玉有什么问题似的。其实我们夫妻两个认识你很久了，知道你是个君子，也知道你很有分寸。可是严格的说起来呢，你这算是精神上的走私。总而言之啊，这也是男人走私的一种形态，我了解。很多男人啊，他们都希望来上这么一点精神上的调剂。哎，我可没有啊。嗯，你不是没有，你只是不敢。确实啊，我知道我自己没有把握，所以我不敢玩这种游戏。这种游戏表面上看来呢，很 romantic， 也很有气质，而且还必须是读过点书的人呢，才有这种情调和气氛。否则要是换了别人呢，就叫做乱收干女儿。好啊，你现在不打自招了。原来啊，你收了那么多的干女儿。太太，你没搞错，我收的干女儿都是三四岁的，也没有二十来岁的。世平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的女孩子啊，她们都很精的耶。她们只要一发现这个情况不对啊。马上掉头就认你做干爹，红包照样拿。可是呢，已经亮起了红灯，禁止通行。是啊，这个界限划分清楚倒简单。坦白说呢，最危险的就是你跟小玉这种情况。一个把握不好呢，就会出问题。可是必须啊，彼此双方要把握得好才行。哎，我觉得太累了。我如果要是你们男人的话，我才不出去呢，我宁可待在家里头，我也不出去找这个麻烦的耶。啊，这个我知道，我会小心点。就怕来不及哦，到时候刹车不住可是会出车祸的。嗯。
你喝醉了，你干嘛喝那么多酒啊？你不要老命了？哎，这都是三十几年的老朋友，见一次少一次了嘛。呸呸呸！哎，说这种丧气话。哎，真的，哎，今天那老宋啊，就没能来。听说啊，最近，他快要先走喽。我警告你啊，嗯，你要是这样的喝酒啊，嘿，你也会先走一步。嗯，下次你们那个老头集会啊，我可不让你去了。哎，你这老太婆，什么越管越多了。哦，我的事不要你管。你少来，借酒装疯。你敢这样对我说话？我可不敢。我，你今天喝醉了，我不跟你吵。哎，等你明天醒来以后啊，你可要当心一点。我不怕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来，把我女儿叫出来。还有你，你们两个规规矩矩的坐在这儿，听我训话。你是谁呀？你是军阀。我听你训话。哎，我是一家之主。哎，你看清楚了没有？一家之主在这里，基督是我家之主。你对不起啊，今天你让我做，明天我让你做一家之主。门都没有，你给我坐下喝点茶吧。哎呀，我叫我女儿吧。华华，我在房间里给凯平打电话，你不要吵。哎呦，你要把我闷死了。快坐。他给凯平打电话。对呀。好，那你坐在那儿听我训话。好，我听你训话。来，我把那个吸尘器收拾一下啊。好，我来听你训话。怎么睡着了？我知道你今天心情不好，原谅你。儿子，今儿个只有你陪你老妈了。你儿子是不是高中快毕业了？明年。他在那儿还好吗？很好啊。哎，他知不知道他妈搬出去住了？知道。他妈写信给他告诉他。那还有什么办？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，他在电话里面没有提过。如果你现在要结婚的话呢？结婚？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我是说啊，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儿子对这个问题会有什么反应。那你去美国的时候，你们没有谈过这个问题？还早吗？再说，谁肯嫁给我呢？如果是我呢？